刚今天早上，荣浩说他跟您合作过音乐的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对，他本来应该今儿走，但是呢，今儿可能也不走了。行，看他自己愿意。太好了，把他留下来。我特别喜欢他的歌。啊，你喜欢李荣浩的歌是吧？对，我昨天听到李荣浩老师在这儿，我好挺开心的。是对。我让你哥哥把龚俊接上去，好吧？好呀。走。太开心了。哎，这个不拿了吧？别拿了，这个有点麻烦。你要见自己的偶像，拿着杯咖啡，是不是？是。可以现场听李荣浩唱歌呀！太好了，我也会唱。我们上次还唱了《年少有为》呢。对对对，咱俩。俊俊想见李荣浩。鹏鹏。来一个的士，把俊俊接过去。好。哎呀哎呀！哎呀哎呀哎呀！哎呀，他掉鞋里了，失败了。要起来。哇，鹏鹏，你这肌肉！我天。兄弟，你先自己去。我自己去啊。可以去。行，我自己去，我就自己去。李老师，我把他给你们送过去。啊，好嘞，好嘞，来来，过来过来，一会儿见，老师。哎呀，李老师，嗨，先上来，先上来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开心了，可喜欢李荣浩了。上上上，哎呀，哇哦，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哈喽哈喽，嗨嗨，认识，上次我们见过、那个、我们见过活动，那个活动对活动见过，对，小工你好你好你好，哎呀李老师，太开心了，这终于见面了，终于见面，我昨天听到你在，我太开心了，是吗？我本来今天要走的，但是今天后来听说你们来了，不能走了，对，坐会儿坐会儿坐坐会儿，哥，你是不是要发新歌了？今天对，今天习惯晚睡，呵，那么关注，感谢感谢。对，发一首比较 happy 的一首歌，很 happy 的一首歌，听了一点皮。对，今天有个预告。哥，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首歌不？哪首歌？歌谣。啊，歌谣啊，歌谣我也很喜欢。对的，是你真实的经历不？小地方来大城市工作就那个心情。特别能有共鸣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今天必须得，这必须得安排上，好不好？必须得安排上。来一个 unplug 版的，好不好？好。先把你手机拿出来，把歌词找出来。不用不用，我不用歌词。背得下来。背下来。李老师，来个 house 版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年上有什么调？弹个 G 调吧，随便弹个 G。弹一个咪。要不你坐到这里？可以。我们请那个荣浩带着我们进，好不好？好。电视一展了哈。太棒了哇！谢谢艺兴，谢谢荣浩。谢谢。太棒了，好，掌声可以短一些。1 2 3 4，电视一直闪，联络方式都还没喊，你待我的好我却错手毁掉。不对不对，调没对，是不是低了一点啊？你唱高了，他我唱高了，不是他媳妇唱到另外一首歌。我就是感觉哪里不对了，你跑到高的 key 没有，跑到高的 key 了。你叫荣浩，你先唱，他跟着你进去的吧。对对对对对。电视一直闪，联络方式都还没删，
你待我的好，找到了。我却错手毁掉，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，可怎么去熬？日夜颠倒，连头宽也凑不到墙板，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。你会唱？其实会，但我不知道怎么。然后我眼睛会红，原来心疼我，我那时候不懂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，尝过后悔的滋味，金钱地位。我到了却好想退回，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，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。婚礼上多喝几杯，可以现在哪位？在婚礼上多喝几杯，祝我年少有为。哇，我好多年前2017年给荣浩哥，是吗？让你荣浩哥给我签了张名。哦，真的吗？哦，对，我记得，我记得，我还写了一个纸条。哦，对，我记得，我记得，给让经纪人转交给荣浩哥。哎，太开心了，今天。但有一说一，刚才张老师声音好大，根本就影响到录音了。又是张老师。而且你看，因为所有人都在听歌，张老师实在找不到人干扰你们，他居然把妹妹拉进来。我为什么给你们每个人送的都是一样的？就是每个人都会看出来不同的感觉，这说是两个，就是上半部和下半部。上半部就是你。有为。频频姿势上了，频频姿势。张老师，我觉得他非常有意想通过自己的个人努力把它放到会员版里。哦，对对对。我觉得这一期啊，我来对了。你喜欢这种竞争的氛围，对不对？当然。很多年没有了。当然。这个其实比 KTV 要爽了、啊我们都是要 live music， yeah， live music， 嗯、好听。喜剧鸡王可以吗？嗯。哇，这个节奏！哦，喜剧鸡王好听。我看着可猕猴桃。眼泪突然被引爆，我可不是特别爱闹，这叫做心灵感召，不信你问李清照。我天生不爱炫耀，却太多艺术细胞，弹得轻，拍得妥，也许很少。音听好，重得像，爱得到，受得煎熬，华丽的无法低调。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？京剧全部背了下来。我笑得断肠，我哭得夸张，像一条钢缠片。为何普天下的泪我先流一遍？市面上的剧情都由我代言。站在我旁边，你不算可怜，这也是种贡献。下一段是没
太有感触了，写的这首歌太多年没弹忘了。一心刚才那个，好一心上来的那一下很有感觉，一心。那个你 ，OK， 模特，是不是也肯定 OK？ 又会了，估计又会了。模特，模特你肯定会吧？模特肯定会，模特还能不会？龚俊来赚了，龚俊参加歌迷会来了啊？对，对不对？开心。